我叫傅冬暖，冬暖夏凉的冬暖。冬暖。我叫韩宗臣。韩宗臣。小韩、小陈都行。小韩。小韩吧。嗯，小韩吧。小韩吧。小韩。小韩，小韩好。我叫于洋，可以叫我小杨或者于洋。我叫顾伟龙，然后朋友一般叫 Mike。完了，我已经开始忘了这个脑子，我只记住了女生。冬暖吗？但他给我的感觉看起来就比较阳光，然后还蛮健谈，他也不会让这个场子尴尬。你们猜我们女生上午做了什么？你们肯定讨论一下我们哎呀哪些缺点，然后吐槽一下我们，对吧？不会不会，我们都是很友好和平的，就是讨论了一下感觉身边就是自己带来的异性朋友会喜欢的类型是什么样的。那所以你喜欢什么类型的呢？我比较智性恋，就喜欢聪明的。对，然后比较的爹系。爹系就是能宠着啊。对啊，比较的温柔有礼貌，一切解释全归我。对，不晓得跟我一起坐车的人是谁，不晓得跟我一起坐车的人是谁。我等了一会儿，看一直都没有人来，当时我心里就有大概猜到，会不会是女生们都没有选我。我们又见面了，怎么这么久？我们又见面了。我以为你已经走掉了。没有，我等的就是你，我就是为你在等待的。真的假的？你骗我。真的。啊，那婚车吗？该不会是给我是婚车吗？哎，我已经看到了新娘了。新婚快乐，新婚快乐，新婚快乐，早生发财，恭喜发财。结婚了，我们已经沾沾好运了，沾沾喜气。你觉得有几个人在车上等我们？嗯，不是我们两个坐一台车吗？不是吧？是吧？不是吧？是啊，我以为是男嘉宾来接我们，然后我就是你的男嘉宾。好好，这 CP 我们绑定了。对，我们已经绑定了。我叫佳颖，叫子怡。对，我是双怡。这些男人没有眼光，不录了，走。我要气炸了！我觉得怎么可能会没人选我？因为我很自恋，自恋到，对啊，就是为什么没有人选我？可是我长得太坏了吗？我不够温婉吗？我不够善良吗？我看起来不像是一个好女孩吗？为什么没有人选择我？拿个枕头，我要发泄一下。